好饿啊，想吃牙医的便当。头好痛，好像做了一个怪梦，但又记不清发生了什么。Bronya，总算被我抓到了。我想给你办理出院手续，结果你这家伙竟然逃到了图书馆，真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Bronya不是三岁小孩子，Bronya用健康系统进行了自我诊断。 已经确认恢复技能，所以Bronya直接进入系统档案，登录了康复情况，审核了出院手续。那是完全违反校规的黑客行为吧？笨蛋 Kiana 无事献殷勤，一定有什么坏心眼，比如担心考试不及格来央求 Bronya 补课。可恶，难得关心一下你这个小鬼，竟然被这么说，我可是怕你无聊。 啊不，我这个坏心眼是专门来打扰你复习的。你看，我把你游戏机都给带来了。猴母大冒险。既然 Bronya 不感兴趣，我看我还是自己玩好了。如果 Kiana 现在走了，就是承认自己没法突破 Bronya 的游戏记录。小鬼，我才不会输给你呢！不狼牙是最强的。 做完午饭，你就像只猫一样跳进厨房偷吃了。今天没有出现，我就知道你一定跑去偷懒了。我只是受德丽莎的委托去看望波尔尼亚，顺便拜托他给我复习而已啊。带着游戏机，缇安娜，你不是还想成为 A 级女武神吗？如果这次考试没有通过，你就要从 B 级降成D级庶务女武神了。庶务。 只有 B 级和以上的女武神才能到前线对抗崩坏。如果成为 D 级女武神，就只能负责支援和后勤工作，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上战场了。后勤，比如小卖部。我不要。那就跟我去训练场，今天也不能休息。啊！牙医，不要救耳朵，可以吗？
Kiana 同学居然会出现在训练场。啊，班长怎么也在？难不成你天天睡在训练场？班长真是勤奋。牙医同学也来练习吗？听说之前沧海时的任务里你受了伤。现在看来只是误传，你没事就好。那身体有什么异样吗？异样？我不明白。班长，你想对牙医干什么？啊，是我失礼了。学不可以已，牙医同学，我还要继续练习。提安娜同学也请加油。到底要去哪儿了？我都快迷路了。我没看错吧，提安娜居然跑来训练。唉，看起来这个世界真的要完蛋了。提安娜的动作居然快到产生了幻影。啊，继子，你在胡说什么？肯定又是喝酒喝到眼花了。真啰嗦。对了，布罗尼亚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吧？他看起来很健康。虽然打起游戏来反应变迟钝了，呵呵。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们到底接触了什么东西，会让它变成那个样子？虽然报告把原因归结为引擎崩坏能的影响，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也许布罗尼亚像游戏里的红母那样被人操纵了吧？算了，拿这种问题认真问你，我还真是白痴。对了。平时懒散的机子怎么会有空跑来训练场？喂，懒散这个词是专门发明出来形容你的吧？女武神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生锈呢？机子，你可是圣弗雷亚学员的教官，也是女武神部队的少校。实力退步的话，怎么给学生做表率？哎，提安娜。提安娜居然也在这里？嘿，你们这么惊讶的态度真是让人火大，我走了。哎，吉子，你应该少喝点酒，毕竟你的身体……好了，别说这些扫兴的话了。连提安娜也变得这么用功，让我忍不住也想热身了。正在向目标移动。都藏到哪儿去了？正在向目标移动。让我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吧。快点解决掉吧。乱扔。提安娜，一直以来我都忍耐着你，在队伍里你永远是个累赘。什么？你说什么？如果没有我，上次任务里的那只崩坏兽恐怕早就把你吞了吧。
你的每一步都是靠着别人保护才能活下来，还不如布罗尼亚那个小丫头。牙医，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你太弱了，提安娜，太弱了。胡说，你不是牙医，牙医根本不会说这些伤人的话。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在这儿有什么好奇怪的吗？你们俩可都是我要重点监视的对象呢。你在说什么？可怜的小笨蛋，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把你们俩接收进学园？因为你和你的牙医都是需要看守的囚犯啊。你是个问题儿童，而牙医体内潜藏的第三力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定时炸弹。我不许你这么说，牙医。等等，你就是昨天晚上出现在我梦里的女人吧？好困，好想在这儿睡一会儿。提安娜，多丽莎，虽然你一直想要知道，但是对不起，我没办法告诉你七个飞的下落。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躲避你这个灾星才逃得远远的。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14年前，第二律者降临在西伯利亚时，你的母亲天命当时唯一的 S 级女武神塞西利亚·沙尼尔特前去迎战，然而这场战斗中被寄予厚望的她却落入下风，你知道为什么吗？请不要告诉我。是因为你，生下你之后她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最终天命组织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害怕塞西利亚失败，就往西伯利亚发射了战术导弹，想让他和第二律者同归于尽。不要，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怜的齐格飞，他无法面对妻子的死，更无法面对那个害死自己妻子的女儿。你父母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生下了你呀！我不相信。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现在是提安娜时间。
蛋，竟然敢装成我最亲近的人来胡说八道！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真是个要强的小姑娘，你一见我就要动手，所以我只能借用这些人的样子，才能和你好好说上话呀。不过，我说的话可全都是真的。你别以为自己能开心地和这些人永远生活在一起，你和他们不是同类，你永远没办法融入他们。但是在我这里，你的一切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你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成为 S 级女武神。哦不，那种力量太微不足道了，那时候你的力量将超乎想象。给我闭嘴，骗子！嗯，真遗憾，天又要亮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迟早会再见的。哎，好饿，想吃牙医的便当。能帮上舰长吗？希尔变强了吗？希尔变强了吗？Valkyrie System 启动，请放心交给我吧。除了战斗这一次 Valkyrie System 启动，要执行。除了战斗之外， Bronya 一无所有。重装小兔 19C Upgrade。
店长，你找到希儿了？Weapon upgrade. Valkyrie System， 舰长是来和除了战斗，忍住。重装小兔十九 C， 牙医，你怎么了？样子怪怪的。最亲近的人来胡说八道，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这么差，该不会是昨晚偷吃东西吃坏肚子了吧？这两天一直在做各种奇怪的梦，但是醒来后梦里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记不清了，只记得牙医要抛下我。好了，是个梦而已，
你一定是最近考试压力太大了。我会陪在你身边，一直给你做好吃的。真的吗？那接下来的比赛，牙医会手下留情吗？不行，那可是考试作弊。快换上战斗服，不要撒娇了。哎呀，牙医真是太无情了。好饿，想吃牙医的便当。好的。这个要被下去了。今天的表现好得真是让人有些意外。大概是因为比赛对手是牙医的关系吧。我啊，总想着要在牙医面前出风头，所以本小姐不知不觉就发挥出了特别的实力了。没想到布罗尼亚会和笨蛋提亚娜分在一组。布罗尼亚，你的身体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看到你来参加考试，我还是挺开心的。提安娜该不会想用人情策略来提升获胜的几率吧？不，笨蛋提安娜不可能想这么多。那是因为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布罗尼亚你这个讨厌鬼来一场对决了。我要让你明白，本小姐的实力可是远超你这个小鬼的想象。果然是布罗尼亚想太多了。提安娜的大脑终于因为崩坏能而彻底崩坏了吗？这次比赛布罗尼亚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本小姐也一样，布朗牙是不会输的。好困，好想在这睡一会儿。本小姐才不稀罕这些创钱呢。全力以后，你根本没法还手了吧？可恶，布罗尼亚应该是身体还没痊愈，暂时发挥不稳定。提安娜可不要高兴得太早。布罗尼亚已经偷看了之后的比赛分组，笨蛋提安娜的下一个对手可是班长。啊，这不是真的！你在发什么呆呢？提安娜同学，今天的考试也请多多指教。班长，怎么了，提安娜同学？你好像有话要说。我不知道提安娜同学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不管你心里装着怎样的负担，都应该先放下，只专注于眼前的战斗。胡思乱想只会让你一败涂地。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以前的提安娜同学，一副充满斗志、元气十足的样子。我觉得这样战斗的提安娜同学就已经是最出色的女武神了。我明白了，就算和班长比没什么胜算，本小姐还是要比一次。不过班长，你说话的样子好成熟，明明和我们一样只是学生，不要装大人了好吗？考试要开始了，提安娜同学准备好了吗？好
想吃牙医的便当。本小姐才不稀罕这些臭钱呢。提安娜同学的表现真是出色，本小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战斗起来特别顺手，顺手的都有些不像自己了。中场休息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总部的视察官丽塔·洛斯威瑟小姐。她这次来圣弗雷亚学员的同时，也会观摩女武神考核，希望各位好好表现。看起来是个又美丽又温柔的人，她真的是女武神吗？打扰各位了，德丽莎大人，您教导的学生们还真是人才济济。让我都忍不住有兴趣和他们交流一下了。交流？有几位女武神的表现真是让我感到意外，请原谅我的失礼，我想和其中一位来一次比试。欢迎丽塔小姐亲自下场指点战斗技巧，那么是哪位考生这么幸运呢？那个白发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提安娜·卡斯兰娜。提安娜？怎么会挑中提安娜？哦，卡斯兰娜。啊，不不不，不是那个卡斯兰娜，只是巧合。哎，和总部官员比试？比什么？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为止，辛苦你了，提安娜同学。本小姐可没喊停，我还能继续。你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劳两个字，请好好休息，我先告退了。哎，好饿，想吃牙医的便当。下面是最后一轮考核，请轮到的考生带上同步沉浸装置。负责虚拟战斗的试炼程序会从数据库里挑选合适的虚拟模块作为对手，各位加油吧。考生提安娜·卡斯兰娜准备接入。
读取率98.6%，接入同步率100%，敌对模块生成中。接入同步率120%，敌对模块生成中。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妻子，发生了什么？不对劲，系统报错的同时，程序就应该强行终止了。但现在程序的同步率却处在120%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强行中断可能会对我产生影响。敌对模块生成完成。是加尼赛？怎么可能？数据库应该生成不了帝王级崩坏兽的模块。别担心，既然没法断开，就让本小姐来把它打趴下。好困，好想在这睡一会儿。休息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总部的视察官丽塔·洛斯威瑟小姐。这里可是我的地盘。为止，辛苦你了，提安娜同学。请下达具体指示。下面是最后一轮考核，请轮到的考生带上同步沉浸装置。负责虚拟战斗的试炼程序会从数据库里挑。各位加油吧，考生提安娜卡斯兰娜，读取率98.6%，接入同步率100%，敌对模块生成中。接入同步率120%，敌对模块生成中。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妻子，正在观察当前地。Hey!
好累。不过这样的对手，本小姐打起来可是不费吹灰之力。别吹牛了，赶快回去休息吧。真是场精彩的战斗，虽然对手是虚拟模块，但毕竟是以帝王级崩坏兽的战斗数据进行模拟，我越来越期待他未来的表现了。这里就交给我。可爱的小姑娘，你真是令人意外，连那个加尼萨竟然都被你打败了呀。要知道，这只2012年出现在印度的崩坏兽，曾让两名 A 级女武神死亡，12名女武神重伤。本来以为她对你这样的 B 级女武神来说，会是个没法跨过的难关呢。笑话，虽然头衔是 B 级，但实际上本小姐可是有着 S 级女武神的实力。真是喜欢说大话，虽然你的实力不错，但还是远远不及 S 级女武神。因为在14年前，我可是亲自领教过 S 级女武神的实力哦。14年前，领教过？难道你就是第二律者？怎么可能？为什么14年前已经确认消灭的第二律者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哎呀，连迟钝的反应都那么可爱，真让人忍不住想把你一口吃掉。哼，哪怕只是做梦，今天你别想从这活着离开，你这个害死妈妈的凶手。我可没打算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既是你的梦境，也是我的梦境。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该离开的人，那也应该是你呀，提安娜。闭嘴！好困，好想在这儿睡一会儿。好饿啊，想吃牙医的便当。哎 sir。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呀吼！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今后的人生里，我会不停地、不停地出现在你最深的梦里。好饿啊，想吃呀。什么带呢，舰长？现在正是樱花季，要不要一起去赏樱？舰长，你找到希儿了。就是提安娜卡斯兰娜，舰长，是时候下线休息了。
舰长是来和……这一次。觉醒，就是我的自由。成功、それは血を媒介とし世に伝わる力、文明存続の火種。成功にはまだ人に知られていない秘密がたくさん隠されている。ここはどこ？どうした？ここは八重村じゃ。初めて見る顔だが、どなたじゃ？这里就交给我吧。哎，我难道是新来的旅行者吗？啊，是的，我就是。那恕我僭越，请问旅行者，您的名字是？啊，名字啊，叫我 Kiana 就行了。哦， Kiana， 我现在正要去河边，你要一起过来吗？去河边？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算了，先跟过去看看再说。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このお方、どうして川から流れてきたのじゃろうか。まさか、もう、いや、まだ生きておる。呼吸があるぞ。すまぬが緊急事態じゃ、手伝ってくれぬか。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長。キアナ、这位小姐受了重伤，倒在河里太久，再不处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能和我一起把她带到神社那里吗？没问题，这种体力活就交给我吧。好困，好想在这睡。前进吧。发现你们了，确认指令，正在前方地区。总觉得睡不醒了。敌暗我明了。总觉得睡不醒了。很轻松的任务。
运气非常适合战斗呢。确认指令，正在前往目标区域。总觉得睡不醒，感觉好多了。不打算前进了吗？情况怎么样？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身体逐渐回温，现在已经没有性命之余。啊，就是捡回了一条命的意思了。嗯，能够那么快把他带回神社，也要多谢 Kiana 你的帮助。嘿嘿，没事啊，像这种体力活我经常干，早就习惯了。啊，对了，之前一直没能做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八重樱，是这座神社的巫女。居然是真的巫女吗？哇，我之前就听说过，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已经很少见了。时代？啊，我们那个村子名字是时代，就是时代村，对。没有听说过的村子呢？可能是因为离这里比较远的关系吧。不过，之前都没有见到过你，难道是今天才到八重村来的吗？啊，是的。原来如此，真是辛苦了。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了八重樱，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是那位受伤的小姐，明明伤口已经开始愈合，情况也在好转，但还一直没有醒。一直没有醒？可能是身体内部需要调理。嗯，好，去采点药草回来吧。去采药啊，听上去很有趣的样子，我也一起去。就这么静静的休息，真的很不错的。感觉好多了。采了这么多药草了，真是辛苦你了 Kiana， 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一个人不知道要采到什么时候呢。八重樱，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有些奇怪，今天在山上徘徊的那些家伙不像是普通的野兽，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太好的事。先不管那些，我们先回神社，把药草煎了吧。好。この紫色の箱は何じゃ？少女の中で光っている
紫の箱こそが全ての悲劇の始まりだと、この時はまだ誰も知る由はなかった。就这么静静的休息真的很不错呢。八成印药已经在煎了，只是闻闻就觉得好苦。良药苦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没办法，那就只能用嘴了。用嘴？好了 ，Kiana， 药也已经煎好了，之后的事就交给我。今天你来回奔波了一天，肯定已经很累了吧？啊，那你慢慢喂，我先去休息了。不打算前进了吗？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战斗，敌暗我明。确认指令，正在前往目标区域。在村子里看到过怪物，巫女大人，不要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怪物到村子里来了，就在路的那一头。没时间磨蹭了，我先去那边。卡莲，你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一起清理怪物。啊，结果还是把我留下来了。姐姐，你是巫女大人的朋友吗？朋友，应该算不上吧。巫女大人这两天似乎都非常开心，
他已经很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自从林，哦，也就是巫女大人的妹妹，到神明的身边去了之后，巫女大人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到神明的身边，姐姐，巫女大人不会有危险吧？不会的，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后，我就到她的身边去，有我在，没有人能伤害她。总是让女武神们冲锋在前的舰长，可不是好舰长哦。很轻松的任务。敌暗我明，确认指令，正在前往目标区域。显受到了崩坏能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解决了。怎么会？明明离上次的祭典没多久。八重樱，那个小女孩说，你的妹妹到神明的身边去了，是什么意思？我的妹妹八重里，她死了，四年前。为了这个村子而死的。为了村子而死，稍后再说这个吧。村长今天好像也遇到了怪物，提安娜，能劳烦你帮忙清理吗？哎，怎么突然？能劳烦你帮忙吗？好，好吧。舰长，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病毒验炸。村长，你是谁？听说你遇到了怪物，八重樱让我帮忙去清理掉。哼，什么时候我们八重村的巫女居然要借助旁人之力？那是因为八重樱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啊。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比救我这个村长的性命更加重要的？哼，重要的是，只不过是他的借口而已，他就是不想来帮我。这个冷漠的巫女还记着当年的。当年我就知道他肯定还在为当年的事怀恨在心，区区一个小女孩而已，为了村子，一个小女孩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小女孩，难道就是八重岭吗？现在还让你们这种来历不明的外乡人帮忙，切，
你这个人怎么……算了，卡莲，不要跟这个老头计较了，还是先去解决怪物。当年的事之后再去问八重樱就好了。想吃牙医的便当。哼，看本小姐大展拳脚。已经解决掉村长遇到的怪兽了吗？是的，不过因为你没去，村长的态度变得很奇怪。是吗？他还说了当年就是四年前吧，四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一，你要到哪儿去？树林里有一丝危险的气息，我有些在意。鹰不见了。去杀怪物了吗？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得去找他。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考えるでない。いい子だからきっと神様が助けてくれるはずじゃ。でも今朝お父様から聞いた話では、今度の祭典、お姉ちゃん、どうやら一緒に桜を見に行く約束もう守れないみたい。お姉ちゃんは立派な巫女さんになってみんなを守って。リン、お姉ちゃんはついに皆殺しをするほどの力を手に入れたぞ。あいつらに復讐してやる。全員殺してやる。全員道連れにしてやる。これを果たしたら、リンの元へ行くぞ。たとえそれが天国だろうと地獄だろうと。
必ず。いいね。好困，好想在这睡一会儿。八重樱，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就直接跑出来了？就是，你是笨蛋吗？为什么要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危险？我不能再牵连你们了。说到底，守护村子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任务。一个人的任务？那你受伤了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反正只是普通的受伤而已，没必要在意。你在说什么蠢话？别人受了一点伤，又是嘘寒问暖，又是采药煎汤的，自己受了伤却这么敷衍了事，难道你是想死了一了百了吗？因为卡莲，你是不同的，你和我是不同的。是的，我和你不一样。以前没有人在意你，那么我来在意你。以前你是一个人，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不是了。从此以后，我来和你一起战斗。卡莲，八重樱，谢谢你卡莲，但是不好意思，我今天太累，我先回神社了。你在发什么呆呢，舰长？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将凛从我身边夺走。为什么？为什么是凛？醒醒吧，重樱！我要带着凛离开，用刀割开了绑住他手脚的绳子。可是，他的手筋和脚筋都被挑断了。他跪在那里，他跪在那里。抬起那双明亮的眼睛对我说：“姐姐，杀了我吧！为了村子而死，我心甘情愿。”怎么会这样？我没法拯救他。我没法拯救他，我还能怎么办？手筋和脚筋被挑断，他一定很痛苦吧？他那么痛苦，却还笑着对我说：“一定要守护大家。”我能怎么办呢？我没能拯救他，我只能亲手结束他的痛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啊，英！来得及，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凛，我最可爱的妹妹啊，她已经死了。你来了呀，卡莲。
山。鹰果然是被你蛊惑了，河中恶魔，快把鹰还回来。还回来？你怎么知道八重鹰现在的状态不是他自己希望的结果呢？我也能感觉到鹰心中的坚强和温柔，鹰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算了，多说无益。卡莲卡斯兰娜，你要是想夺回八重鹰，就拿实力说话。好困，好想在这儿睡一会儿。Hey!
度わらわを封印するとでも言うのか。なぜじゃ、なぜ動かんのじゃ。汝が邪魔しておるのか。八重桜、あなたを封印することがあなたにしてあげられる最後のことよ。ごめんなさい、桜。这里就交给我吧。哎，我怎么又回来了？因为这个圣恒意志激活的记忆空间在不停的循环，如果没有第三者介入的话，这个记忆空间会不断的重复这场悲剧，被困在圣恒中的意志也无法得到解脱。原来是这样吗？现在
经过 Bronya 对圣痕的解析，是 Kiana 你的意志得以介入，所以你可以改变空间中的记忆。不过这其中有一定的危险，现在退出的话还来得及。不，我一定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阻止悲剧的发生。那么开始载入记忆空间。 Kiana， 你一定要记得上一次循环的关键。Look and learn。 我才不需要治疗。到了晚上，这些怪物的力量好像也增强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样，先把眼前的怪物解决掉再说吧。是的，绝对不能再重蹈那个时候的覆辙。好困，好想在这睡一会儿。好的。
小姐大展拳脚。到底要去哪儿了？我都快迷路了。哎，这不是卡莲的那个盒子吗？这个盒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呀，八重一。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八重一，因为我就是你呀。这种紫光，难道说这几天突然出现那么多怪物全都是因为你？怎么会是因为我呢？那些怪物的出现顺从的可是你的意志，是你想要毁灭这个村子。不对，我的职责是守护这个村子，守护大家。守护这个村子，守护大家，真是太可爱了，八重一，这是你的真实愿望，守护这个将孩童的生命作为祭品的村子。不管怎么样，我已经答应过。答应过你的妹妹，别忘了，八重岭正是被你发誓守护的那些人逼迫而死的。不，不对。你在发什么呆呢，县长？解析空间被残留的崩坏脓侵蚀，你介入意志的行为遭到封锁。布隆尼亚正在修复这个错误，现在一切小心。怎么会这样？亲手杀死领的人，杀死领的人正是他们。可怜的八重鹰啊，他们把杀业推到了你的身上，只是为了减轻这种负罪感吧？不，不是这样的。既然你认为不是这样，那么看看你生前吧。这是今天早上村外的那只怪兽。既然想守护村子，可你有足够的力量吗？我只能尽我的全力。然后呢？你死了，怪物冲进村庄杀死村民，这应该就是你想看到的结局吧？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这里有你最想要的东西，我可以令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足以保护任何人的力量。足以保护任何人的力量。如果我有这样强的力量，必
须把所有的怪兽。这力量已经属于你了，八重影，尽情的杀。我为了杀死那些怪兽，我要杀死他们，所有挡在我面前的全部杀死。正是这样啊，八重樱。好困，好想在这儿睡一会儿。拦在我的面前，提安娜，我要把那些怪物全部杀死。八重樱，现在绝不能接受这份力量。如果我早一些拥有这些力量，悲剧就不会发生。只有我接受了这力量，才能阻止这一切。提安娜，让开吧，你根本什么都不明白。怎么又不稳定起来了？好饿啊，想吃牙医的便当。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将令从我身边夺走。为什么？为什么是令？醒醒，八重樱！我要带着令离开，用刀割开了绑住他手脚的绳子。可是，他的手筋和脚筋都被挑断了。他跪在那里，他跪在那里。抬起那双明亮的眼睛对我说，姐姐，杀了我吧，为了村子而死，我心甘情愿。怎么会这样？我没法拯救他，我没法拯救他，我还能怎么办？手筋和脚筋被挑断，
他一定很痛苦吧？他那么痛苦，却还笑着对我说，一定要守护大家。我能怎么办呢？我没能拯救他，我只能亲手结束他的痛苦。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啊，英。来得及，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李，我最可爱的妹妹啊，她已经死了。你来了呀，可怜。果然，英果然是被你蛊惑了。河中恶魔，快把英还回来！还回来。你怎么知道八重樱现在的状态不是他自己希望的结果呢？不可能的，即使时间很短，但是我也能感觉到樱心中的坚强和温柔。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算了，多说无益。卡莲卡斯兰娜，你要是想夺回八重樱，就拿实力说话。好困，好想在这儿睡一会儿。
现在正是樱花季，要不要一起去赏樱？